杀！喂？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是廖先生吗？嗯，我这里是平安人寿。啊，禽兽啊！哪里的禽兽哦？不是不是，是人寿保险，不是禽兽。哎呀，吓死矮哦！你那个普通话好生理啦，讲得包准一点行不行？就是那种卖保险的，对不对呀？我不管你们是人寿啊还是禽兽啊哈！喂，不要喊我好说你们这些人了哈！哎，你们天天三天两头的就打我的电话，就说哎买不买保险呢？哎意外险呢？哎人身事故重大疾病险呢？那屁！就是怕你啊！那人死了之后啊，人在天堂，钱在银行，有什么用？找不你哦。喂嘛，我哟，现在都是一个30多岁的人了，都快40了，还是一条单身狗。我就问你们了，你们把我娶老婆吗喽？啊，我就问你了，哎，如果你们把我娶老婆的话，我多多钱我都免 OK。所以我就跟你们讲啊，我要是有钱的话，我还不如放到那个银行去，过过夜啊，去收点利息，别哦哦落落啦。还买什么保险？又什么一人投保，全家遭殃啊？哪里？是不是这样子讲的啊？哎呀，反正我不管哦，你们不要老是打这种电话过来，没什么必要哦，知不知道啊？哎，你要是有那种婚姻介绍所的那种打过来，那就可以。哎，先这样哦，不跟你讲了，那个饭要包弄哦。你突然有电话打了，你不开咩？